7月30日晚上，人气男子团体 Wonder One 结束香港站巡演，经由仁川国际机场返韩。当天，上百粉丝前来机场接机，现场更是有大批警卫人员在机场维持秩序。Wonder One成员一现身，便尖叫声、快门声不断，展现超强人气。在行进过程中，因粉丝过于激动，现场一度十分混乱。好在最终成员们都安全上车。据悉 ，Wonder One 还将于8月4日、5日举行世界巡演曼谷站。搜狐视频台的第一线韩国报道。